的时候呢，我们去了莱塞。当时我们在视频当中和大家介绍了莱塞火腿，还有康贝尔奶酪。我们还跟大家说，每年九月份呢，在莱塞会有一场非常非常大的商品贸易会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带大家再回到莱塞。我有一条小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。诺曼底特产苹果酒，一定要这样，拿一个碗来喝，才能喝出味道。Thank you.